请代理稍微在后面稍等一下。好，来，局长先留步。我们继续要颁发的是绘画性及百次艺术类的吴伯贤先生，恭喜，掌声欢迎。谢谢，恭喜。接下来是空间性艺术类的徐瑞坚先生，获得我们高雄奖的优秀作品。然后呢，第四位有优选得主是我们的科技媒体艺术类的洪玉豪先生，恭喜！带给大家非常大开眼界的多媒体的多媒体的作品。掌声恭喜！恭喜上得奖者，也谢谢局长。我们请得奖者往前一步，好吗？我们跟局长一起来合影留念。来，再往前一步，再往前一步。